洛杉矶迎来了四年一的大暴雨，凶就是圣婴现象。洛杉矶的华人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圣婴现象呢？天气现象吧。不知道。圣婴啥吃的？胜利的老鹰。圣婴就是生下来就很牛的婴儿吗？哎，那个什么打雷什么那些是不是？就是天气的突然变化。还不知道，还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生了很多婴儿。圣婴？哦，他们有给我发微信说过这个，但是我不懂。圣婴现象，是不是那个刮台风那个东西？是厄尔尼诺。什么圣婴现象？我不知道。告诉我不就完了？我在微博上好像有看到这个，说什么圣婴那个人在，具体是说云彩还是是那个天气的变化，还是指的是什么？是大约是每十年会发生一次，在那个 Pacific Ocean 中央好像是，大约是这样吧。